干不多，全部只有这边。没关系。古早味红茶哟，必喝。厉害啊！今天我们带 Polly 来吃台湾美食，现在买了安平第一家孙家小雪米粉。坚持品质。什么东西？我们卖完的。生意太好了，卖的都比较快。太好吃了，再多加点。现在还有上杂志哎，日本人在看的。老板娘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本子在这里。再访列入口袋名单，以后来安平一定还是哦，就是安平路，把地址的话我们会打上去。